嗨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喇叭。今天再度来分享跟海蒂夫有关的隐藏任务和成就。前面有一个化石拍照的，还有两个任务，一个是水生环境调查，一个成岩龟裂调查。完成这三个任务，最后跟海蒂夫对话会完成人情练达及文章的成就，外加上一个教练院举荐信，或许就是日后前进须弥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道具了。化石的可以看我前面的影片。先来水生环境调查的任务过程。首先，我们要去前往水生环境左边的地方钓鱼。正常来讲是没办法直接马上过去的。我们绕一下路。如果中间遇到黑泥，记得多提升流明石触媒等级，还有解主线。跟着喇叭走。到这后有个钓鱼点，这边就看运气了。你把鱼钓上来也不一定马上有。喇叭这边是没鱼了，但一切换就把任务道具钓上来了。接着我们回去找海蒂夫，对话后将奇怪物件放置水边。接着出现龙蜥，击败后回头找海蒂夫，对话完就好。另外一个成岩龟裂调查，就是收集蘑菇回去交差即可。化石加水生环境加成岩龟裂三个完成，再去找海蒂夫对话，就可以拿到成就和举荐信咯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大喇叭，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数值三连，我们下期见。